嗨，大家好，这是一台水锤泵，安装在浙江衢州的一亩云心农场。一亩云心农场是一个致力于推广有机农业，打造健康生态循环系统的农场。水锤泵是一种环保高效的供水方式，不需要电源，既降低了能源消耗，又减少了环境污染，真的是超级棒的。同时，一亩云心农场采用传统有机农法，不仅提高土壤质量和农产品品质，更减少了农药和化学物质对人体的危害。赞赞赞，一亩云心农场的理念和做法真的非常值得倡导和推广哦，快点关注我们，一起加入环保行列吧。好，然后摁一下，对，然后配重。然后配重。我操，这怎么接得下？对，你抬高点，抬高点。配重再放，配重再放。我赶快洗手。那看到没有？然后顺着把它挖。让对，让那个水流下去。跳一次。现在是在重庆的边缘吗？怎么了？